周二开盘，澳股200种上涨了22点，或至 0.4 至5700点。NAB 和 ANZ 上调了 1.3%， Westpac 上涨了 1.1%， CBD 上涨了 0.7%， 而 MacQuair 则上涨了 0.5%。 但是矿业的情况却没有那么好了， BHP 下跌了 1.1%， 肉下跌了 0.5%， 而 South32 上涨了 1.7%。CSL 上涨了 0.1%， 但是 Seven Vista Media 下跌了 1.9%， AR Milk 下跌了 1.5%。 本栏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、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、 AirPass 今日轩项目联合冠名播出。